我就给自己留着几个包子，他居然也不放过，简直太过分了。给我冲一杯啊！我给你拿杯了，你去拿个杯去。哎呦我的妈！让我喝，这个可以多囤点去。老公有点喝饱了，包子你都吃吧。哦，不吃了。嗯。我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刚这种就上不消。这么饿呢？哎呀！东西太多了，眼花缭乱。媳妇，你看手艺行啊，这家烙真薄啊。这哪是我做的呀？嗯，回来。的家人们不要错过了。嗯，每天吃饭都整这出，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了，选来选去的，真是选一个呗。嗯，我选西瓜的，现在西瓜多贵呀，指定是好吃的。哎，你看，哎，有鸡蛋你也吃啊，媳妇儿不着急，我先喝个玉米羹。嗯，给你喝点这个。嗯，我鸡蛋有点晕。让我喝这会儿中碗吧，谢谢啊。
你吃完我来吃了。知道。哦，哎呦我的妈！哦，叮叮叮！妈，老公吃饭了。嗯？吃饭，老公。啊，我不在这，我就不吃了。妈，过来吃饭。老实的，老公不吃啊！啊，不吃，我吃。啊！妈真香，哎呀！妈真香，哎呀！老公，你真不吃了，赶紧剩两个。啊，我不用吃，不用吃。辣椒配料真香，真香。叮叮叮！一个人。这是又要吃独食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。叮叮叮，先把鸡蛋藏起来，掩盖好，别让他发现了。我再把鸡腿放回去，看你那个聪明的样子，应该发现不了。我得赶快把鸡蛋吃了，嗯，要么就没我的份了。够喝吗？啊！嗯。叮叮叮！啊！一个人。老公，给你个惊喜！哎呀妈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哦，妈，吃饭。好了，我跑啥？妈真香，哎呀！他不回来呢。跑哪儿去了？
有人骂我狗。这咋就想着吃的？他们都聊大了。哦，哇！真香！哎呀，哎，哎，哎，那真香！哎呀。钥匙媳妇儿，哎呀，这姐，给我吧，媳妇儿。我的妈！来吃吧。哎，来来，饿了点。这啥？这冻梨能吃吗？但是冻梨也不能这么吃啊。不吃。嗯。妈，老公吃饭了。啊？啊？妈真香！哎呀，老公吃饭呢？哎，不吃那冰凉咋吃这玩意儿？嗯，太香了，可香了。一个人。俩西瓜，你选一个。我就选给你儿子选媳妇。叮叮叮。这幸运，你看你这是啥？我不着急，我们帮我拽张纸呗，姐。快走开！一样的啊。累死了。我看我的。让我吞完玉米羹。哎呀，人家吃饭饿了。妈不吃花儿。嗯，还有面。媳妇，你再给我冲了，我冲了。好。嗯。哎呀妈！给你先喝这个。嗯。哎。哎，跟我喝媳妇。好喝吧。嗯。给我吧，媳妇儿，太好喝了。哎呀，
水果留啊？留了，留一大盘呢。嗯。哦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我收拾。嗯。哦。媳妇儿吃饭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吃饭了。今天你吃鸡腿蛋，我吃鹌鹑蛋。哎，鸡腿有啥好吃的？给你吃。哎，别！哎。还行。嗯。啊。给我喝点。哎呀，我得再冲一杯。叮叮叮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一个杯，你好像跟藏宝浪似的。这挺方便哈，里边是一袋一袋的。你有蛋糕汤吗？我给你呀，太大了。还得是专用的杯呀，这方便呢。这么喝酒？哎呀，真好喝！这菜怎么这么厚人呢？你这。吃完了，我收拾。一个人。你这操懂的，啥也没有啊。老公，我们快去洗脚吃饭。啊。好了没呀？哎，小安。哎呀，
老公，给你准备的惊喜。我不要那惊喜，我不要，我就吃的挺好的。啊？这么干，我喝吧，再干吧。嗯，好嘞。惊喜你不吃了？不要了，啥惊喜？太暴露了！好琢磨琢磨，到时候干啥去？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辣椒拌饺正好吃，好吗？可香了。嗯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辣椒拌饺子真好吃，是很香香的。哎，我承认，一个人。滚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让他看见可就没有我吃的了。我吃这个。哎。
不用，吃完汤圆再吃。行，拿来吧你。这啥汤圆长这么好看？黑芝麻的。对。嗯。我说汤圆长得挺好看的。西红柿的造型，外面是用胡萝卜汁做的原料。嗯，真好吃。嗯，这样的人可真不错。嗯，它里面的馅儿。我也没吃饱，你吃饱了吗？我吃饱了。那我吃了啊。你吃吧。啥情况？哦，老公吃饭。来来来，拿电话定。今天饺子咱俩一起吃。啊，我吃鸡蛋，你吃西瓜。嗯，我你吃西瓜，我吃鸡蛋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嗯。哎呦我的妈！拿来吧你。滚！吃饭。哎。不吃。不吃。啊？妈，老公吃饭了。啥情况？这么贪吃的老公今天怎么不吃了？先不管他了，老话说坐着不如倒着，好吃不如饺子，我得趁热吃热乎的饺子。饺子蘸着辣酱真是太好吃了。妈真香。哎呀，老公吃饭呢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香了。吃饱我尝尝。拌饺子吃太好吃了。是啊，香了。叮叮叮，我吃好饿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啊！叮叮叮！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What？ 啥情况？哎呦我的妈！